且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。接下来可以陪着殿下一起去看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千万奇侠，天高水长。这一次算是殿下实现了，今后一定要补偿其恩。 我有这么一天的，老婆。可待的意思。 不应该是可待追忆，而是，请你再等等我。